今天要去哪里？爸爸国小。家长不用那么早吧？谢谢。真可爱的猫咪装。要不要擦擦？爸爸的衣服。你每次都会露营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你一定都要露营？因为职业病，没有啦。好，从这边。好。从这边上去，活动中心里面休息。好，谢谢。我没有发现你们过来耶。我不想你们走过来的。
又是字典了，再就是字典了，来，爸爸帮你拿吧。是直接回家的嘛，对不对？真的不重啊，你有载路吗？有啊。啊好。这样可以吗？要回家的宝宝吗？宝宝你要开字吗？我要吃啊。好吗？现在是回家还是回教室？好，爸爸，爸爸，明天要多少钱？拍手，拍手。谢谢。小学弟是很棒的，你很厉害啊！好啊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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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？今天要穿老师带。不用啊，不用，这是你的了。不用，这是你的，带回家了。嗯。他在家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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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家